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女性健康与用爱守护我们的家》专题节目，我是卓士文。我们知道妇女的安全健康问题呢，长久以来受到关注。近年来，这个女性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妇女呢要如何了解及照顾自己的心脏健康，享受乐活人生呢？今天我们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体系的周志忠周部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彰化县消防局紧急救护科科长周庸华周科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彰化县复宣队 CPR 的指导员黄婷莹黄指导员。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三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关心妇女与健康，并且带大家来了解学习急救的重要性。近年来呢，根据全球对女性死亡疾病数据发现，乳癌已经不是头号杀手哦，反而是平常人最容易忽略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占女性死亡率的53%。面对这样的状况呢，是不是我们请彰化基督教医院我们急诊体系的周志忠周部长来为我们乡亲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女性同胞容易罹患心血管的疾病？谢谢主持人。我们知道现在世界的经济面也不好，所谓的经济萧条，那加上欧债的问题，使一些女性也不得不在陆陆续续增加投入这个职场，职场方面所面对压力跟男性就一样。不过在医学上的统计也特别一个数据，女性在心脏血管病在职场所生的压力是到6到9倍，男性也没那么高，男性差不多6倍左右，所以女性相对会比较高。她所面对的压力，接下去她可能会知道有会在吸烟的动作，那一吸烟啊，喝酒的应酬是难免，那整个相对的体重的控制就不大理想。吸烟所面对血管的这个收缩了哈，整个的压在吸烟方面的后遗症相当多，尤其呢在这个饮食方面又没有控制，因为宵夜啦，因为职场就是压力，在体重一增加，心脏血管疾病就会增加。那有时候目前一些职场的女孩子，有时候勇于表现，在婚姻上也比较慢结婚，然后婚姻在这经营上面也比较累，因为上班回来就看孩子，所以婚姻方面的问题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也是那个心情。心情会影响到血压，压力就大，心脏血管也大。那还有一面就是有关于这个一些压力的承受，它没有男性那么强，所以耐压性也不高。尤其他本身家里又遇到家族性，爸爸妈妈又有心脏血管方面甚至中风，都要注意一下。那目前的男女比例越来越多，看得到的是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的话跟饮食跟压力都有关系，其实家族性呢也相当注意。所以整个分析过来，因为女性投入职场多，家里需要这种经济，所以就要去外面打拼，打拼这个环境的压力就对得来，一来怎么心中为了这负担，尤其那个肚子天气不好的环境的物质的家里的后盾又不好，我想相对一些压力产生后，心脏血管那就撑不住。那怎么样来做预防呢？预防方面，我想尤其刚才我们就女性有停经月经来跟月经前，月经前年纪轻会冲刺，会怕病啦，唔惊压力啦，温酒嘛跟人拼呢拼认真下班敲息啊，暗时去等啊，囡仔爱教，做也爱看。变个等笑脸动得掉，但是如果面对说刚才说讲压力，它累积了一段时间年龄，或搞不压力路了动得掉，一种啊，可能都会进一步危险讯号出来。当上惊就是这个压力啦，心情杂杂来讲啊，这都伤忝，啊像喙齿咧疼啊，可能喙齿无好，其实当按头后尾，可能心脏病发作，不要真看是胃咧疼，这个疼个胃肠无好，因就困无好，还是三肠无好。这胃的痛有时候是心脏的下壁的心肌梗塞，要很小心。这是停经前，我想一个平时你的保养以外，生活要规律吸烟喝酒，那假如讲假如槟榔还要戒掉，不过槟榔比较少。这个我想生活习惯饮食要控制。至于停经后呢，因为停经后荷尔蒙的影响，
啊，它整个血管比较容易钙化了，然后皮质情况，这个血脂会比较容易高，那糖尿病搞不好就再浮现出来。那整个的本身的一些潜在的疾病会跑出来的话，因为停经的话，那整个的压力程度不一样。那停经后，我想刚才有强调，加啊饮食，咱都要加个清淡，哦，绿色食物，尤其你家里又有一些关于肠胃道、大肠方面，哦，大肠方面那个饮食很重要。第二个就是那个人们的生活的规律化以后，注意啊要控制体重。体重啊，体重的控制当然饮食有关系啊啊。第三点，我讲还是量血压，要常常量血压。如果你有血糖的话，整个血糖的控制、药物的控制，找专科固定的医生，我是相当好。所以预防呢，还是以饮食，对，还有强调要运动，在运动啊，饮食的运动，还有加上量血压，就是还有量体重，是是。这等我讲给大家参考，这个运动还是很重要，但是饮食如果不控制好，你怎么多运动，我想效果有限。嗯，哎，是是。谢谢周医师，我非常详细。哪里哪里？那最近对最近这个气温飙高，天气很热，我不知道这个中暑跟这个心脏的这个疾病有没有什么关联，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蛮实际、很时节性的问题，我想相当好。尤其最近我们，其实我也刚参加过彰化县县政府在推展的一个。这个政策相当好，针对中暑，就是一防二补三小心，防就是防晒，我们希望能够比较长袖方面比较通风的能够比较遮阳防晒。那补的话就要一个水分，至少要2000cc。那小心的话，就请帮刚才我们所讲，女孩子出外，当然要一些防晒油啦，还有宽边帽啦、太阳伞。但是你本身有刚才讲的糖尿病，尤其停经后。你又有高血压，啊，以前又轻微的中风，甚至家属有这种病的话，就很小心。那怎么在中暑方面？我想主要是气温，现在高到37度吧，哈，36.5度，这么高温的话，会影响血管的收缩，然后整个的温度也高。我们厂长的画面是，外靠哈，外记我这医学生怎样？外面在下雪，一个教科书的图案。外面里面在酒吧里面喝酒，他喝得很舒服，然后结果一门打开，结果看到风雪过来，大衣就这样一遮起来，遮起来他就倒下去，心脏病就发作。但是现在是什么？外面很热，你就穿着短袖来，甚至打赤膊了，里面有冷气，赶快冲进去，反而由热的环境进到冷的环境，血管会继续收缩。那省轻的话，搞不好你血压控制不好，轻的话中风。静力的话，血管会收，在心脏血管就叫做心肌梗塞，在脑部叫做脑中风，在肠子就是肠阻塞，哦，那个肠的那个动脉的栓塞，这个都是一个急性。在脚中就是坐太久，时常女孩子坐太久会脚也会中风，哦，那叫做静脉栓塞症候群。所以整个这样中暑的环境之下，我想最主要能够在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尽量不要外出。不要外出，因为那个高温之下哈，整个血管，收缩以外，整个心跳会增加，心跳增加，血压会增加，血压增加了，整个控制头晕，哦，头晕的话，搞不好中风引起来，心脏病都可能发作。所以在热的空气上，还是强调一个防晒啊，然后补水分，第三个小心本来疾病，而且女性职场常常水果小很少喝。大家也知道为什么比较少喝酒，我一些同事看的，因为要上厕所，上厕所麻烦，一麻烦就省下来啊，水分不够，粘稠度很高，粘稠度一高，遇到这种的热的天气，水分要蒸发，你很粘稠的话，你在脑部在心脏病就发作，所以水分非常重要，是。谢谢周医师，预防。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心血管疾病哦，跟这个环境啊、气温都有很直接的关系哦。在这个根据统计哦，台湾每年大概有20000人发生这个心肺功能停止的这个紧急事故。那为了要在紧急的时刻能够救人一命，我们彰化县消防局哦一直很积极在推广 CPR 乡镇化的这个计划。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周科长来说明一下什么是 CPR， 然后为什么需要来加强来做推广？CPR 是一种针对心肺功能停止的病患所做的一种急救。那所谓心肺功能停止的，指的就是说病人的呼吸还有脉搏都停止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借由这个双手的一个按压，还有我们做一个口对口的这个人工呼吸呢，可以维持这个病患体内的一个循环，让他的生命可以暂时得到维持。那根据我们的这个统计呢，台湾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说的哈，台湾每年有20,000多人是遭受到心肺功能停止这样的一个紧急事故。那以彰化县来说的话呢，去年的话，彰化县就有1140位乡亲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紧急事故。那再根据这个发生的地点来统计的话呢，我们发现有高达83%是发生在住家的哈。那这个数据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乡亲如果学了 CPR 的话，其实受益最大的是自己的亲人。OK， 所以经过这个周科长的讲解之后呢，相信大家能够更清楚学习急救才能在第一个时间保护自己的家人哦。现在让我们一同来透过影片来分享我们彰化县这个 CPR 象征化的成果，谢谢。健康有氧新生活是我们彰化县政府主要的施政目标之一啊。那为了做好对县民健康照护的工作，同时培养民众有基本的紧急救护能力啊，县政府创先例，从民国96年开始啊，将 CPR 落实深入在我们各社区。它的目标是每一个乡镇有10%以上的人口学会 CPR 救命术。也是在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民众能有这方面的救命技术，这个是很基本，但是非常重要，可以提高存活率。那我们实施以来到100年为止，已经实施了21个乡镇，另外5个乡镇预计在101年全数完成。5年来，我们已经推广了21个乡镇，通过健康有氧 CPR 认证，包括视障人士、保姆以及学校师生等等啊。总共有92,743人获得认证。那另外我们特殊的一点就是将我们的车辆改装成 CPR 先导车啊，只要民众有 CPR 训练的需求啊，一通电话或是到我们网站发个 email 啊，我们就会把先导车开到你家或是你所属的单位、机关、学校啊，做实际的那个先导教学的工作。未来将会陆续推广啊，希望我们民众能够踊跃参加。我们期待将彰化县打造成为健康有氧的模范城市。